OK，Hello，Hello，在这里我沉痛地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们的逗逼小旭没法逗逼了，因为他缺钾了。缺钾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是他撒尿东西都拿不出来，然后要马好看帮他，要六叔帮他，所以的话今天就没有逗逼小旭了。但是你有逗逼好看是不是？逗逼好看来，你以为嘛的我？来，逗逼好看，搬个凳子来坐着。坐进来一点嘛，你每次都要看到镜头外面。那么今天呢，跟大家主要是说什么呢？说两支枪哈，说两支枪呢，实际上之前都跟大家做过229哈。没事，摔碗里别坐。你要干什么 ？OK。碗里面坐。你要像这样对着我吗？他要枪对着我。OK。那么关键是这样子的哈，以前跟大家做的226呢是.357的226，是不是？然后229呢倒是。是.40的226，那么今天的话呢，229，今天我跟大家拿了两支枪了，大家看见没有？一个海军陆战队的 MK25的226哈，一个是美国特勤组用的 P229，来拆开给大家看一眼。拆吗？哇，这里怎么被刮到一个痕迹？你说脏话？哎呀，不行了，这里被刮到了，也得给人家搞一下。OK 哈，来拆。那。实际上的话呢，太多的东西不想说哈，太多东西不想说。拿到枪一样的，先卸甲是不是？然后 make sure 是空的，对不对 ？make sure 是空的，然后我们开始拆，对不对？这个拆非常简单哈，这里那保养视频大家看过了。我为什么要拆开？看还拆不下来，我这里红了。我为什么要拆开呢？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做工，西格绍尔的这个枪的做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非常漂亮的。还是再给点近景吧，给多少近景吧。实际上从各方面来说，不管怎么说哈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说，229、226实际上是它一个类型的枪，一模一样的。和它为什么是一样的呢？226的话呢，是它军方装备的，军方装备因为它大的话呢，它就那个叫什么，不方便于一般的携带了。而229呢很小，大家看见没有？很小就很方便携带，是不是从腋下的、裤裆里面的、腰带上面的、地地里面的那个。那从胸上的，这个、胸上拔枪大家见过吗？女人很多从胸上拔枪的，塞在那个胸衣里面，唰就拔出来了。好，你死不死？死。啊，那么大家可以看，一个是方便携带的，而另外一个是这个叫什么？是中那个叫什么？我们说的中南海保镖，美国的白宫保镖用的哈，特别行政局用的。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两个枪。九毫米的话，这个附近环是没有.40或者.45的那个.45没有，.45的 P26 的版本是什么呢？不能入境的。大家记住，.45也一样的有个 P26 版本的是什么呢？是 P220 哈，220哈，大家记住了。那么如果对于这个枪来说，对于226来说，229也好，对于 P220来说的话呢，它里面都可以换的，换什么呢？就是换个枪管。如果你是我，如果买的是.40的 P26的版本的话，我把这个枪管换成这个叫什么，换成那个叫什么，357的枪管，然后弹夹是共享的。那么对于229来说也是共享的，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是357 SIG 或者是.40 SIG 的话呢，只要买一根另外的枪管，就可以通用了。也就是说，我身上带着两根枪管的话，我这个枪可以辨认出两种不同型号的来哈。那么当然，我现在这个9毫米的是不能变的啊，九毫米小一些，所以的话九毫米的弹夹。内部的设计这些东西是不能变的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装回去。那么我像性能这些我就不说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是不是？大家知道海军陆战队的话呢，它就是选用的 P226。 还有一个东西哈，就是说在美国这边，实际上我跟大家说的一样的，就是说过的，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社会。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到这一点，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各部门的经费都比较缺，所以的话像一般的那个警察部门来说的话，它就选用了Glock，用 Glock 来做执行枪。那么对于有一些有钱的地区来说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区哈，我们这个区吧，应该是叫，是不是叫区？我们这个小县城、小镇，我们这个屯儿、小镇子，我们这个屯儿，对呀、啊、对，应该是屯儿。我们这个屯儿呢比较有钱，所以我们这里警察配的还是 P226，当然是.40版本的哈，他们配的不是这个叫什么那叫什么？他们是绝对不会配那个 Glock 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钱嘛，对不对？没钱的话呢，大家都是配 Glock， 因为 Glock 的话，差不多这个一支枪的价格是两支 Glock 的价格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，Glock 400多块钱，这个的话呢是1000多，900多1000多，是不对？那么所以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大家看过的电影《伦敦陷落》上面的 Bunny，
邦尼用的就是这个了哈 ，PR29， 而不是很多人说的那个叫什么 ？PR6 吗？没有，很多人说是 HNK 的啊，那么真的是很蠢的。HNK 和这个 PR9 都分不清楚嘛，很好看的 HNK， 它这里是有点尖，它没有这个菱角线没那么分明哈。这个菱角线和弧线 ，Glock 就完全是四方的，你最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啊啊，好，那么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是不是就开打了？好啊，这可是等不了，开打了 ，OK 啊，来好，开打。来，小伙子，要戴个眼镜。来 Dave， 你也可以和他一起打的，来吧，哎，你会弄吗？我不会。不会啊，先装弹，先把子弹压进去，投标了。你戴着耳机了吗，马老师？戴着的啊。这个手枪的声音很大的哦。手枪的声音很大的哦。David。你拿错子弹了，这个是吓到我了。这位拿错子弹很正常，因为他是新兵蛋子来的。新兵蛋子不懂，给他们打的什么刚才 ？OK， 现在在他们没打在装弹的时候，我来到正面拍摄一下他们。算了，我这个子弹。你看连子弹都不会压，压反了。你看蛮好看那个死样子，压着一点。昨天我的菲律宾旅游路过渔场的时候，偶然听说有个人叫旭仔，是不是你？就是我，这分明就是冲我来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有四条 S。各位观众，五条烟。拜是桃花大顺，你死不死？好，给他们装好弹了，我要进去了。好，好，弹给他装着，把眼镜给我下，我现在露几下。我要露什么呢？我不露那个，我肯定是不露那个，对吧？我离远一点。你是露我这个的。日常赛1911哈，日常赛1911哈，日常赛1911 ，OK， 日常赛1911啊，上场。戴好耳机了吗？你们都。戴好啊。戴好了是不是？枪了嘛，这个枪的话呢是要经常用的，怎么那么抽的今天打的，再来。哦，一发都没有打到啊。啊，没什么，我明白了，是那个叫什么，那天打了 Glock， 所有的手指的扳机感觉还在 Glock 里面哈，再来。好了，队友你可以来打啊。我在找各种客观原因的。来嘛，自己打自己的。等一下，我把你们三个都拍进去。好，我可以往后面一点。对，对，你可以往前面一点。对，往前。好，可以往后面一点。OK。可以了。看见没有，在了吗？看见没有？熟悉，把枪放下。我也是一样的哈。看见没有，推力不够，退夹不够，退弹，这直接没把放下。不打，不打，我缺钱啊，枪会飞出去。我这根枪管，这根枪管是我才换的新枪管，是我才换的新枪管。
对，我要打几发试一下我的 trigger push， 变成搬到哪个地方去了，是不是被我压得太低？啊，低了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推力不够啊，这种情况退夹。对，弹夹进去敲一下，把它敲紧。这个枪放少了，再拉起来，把枪放下拉起来，然后开始拉起来，枪口对那边，枪口对那边。抛个球，没鱼了，不要打，是不是？一旦手起球的话，就会打得非常准的。等一下，好，你打完那一夹吧，扫一下那个。好，退夹，枪放一下。怎么会被我打烂了呢 ？Let's go。怎么会被我打烂了呢？然后这里断掉了。哦，豹哥惹祸了哦！哦，豹哥惹祸了哦！赔球，赔球！不拍，不拍！赔球，赔球！哎，师傅，冒账，冒账！哎，我师傅，我炮，带着他，带着他！哎，我炮，赔球！对 ，come on， 对 ，come back。刚才第一轮的话，最早第一轮哈，因为我换了枪管，然后那天打了 Glock， 所以的话，这里是我跟大家说过的，为什么就是说，如果你一旦使用了一个枪了之后了嘛，那个叫什么，你得再回来使用你自己的枪的时候的话呢，一定会要有那个 trigger pull 的感觉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，我不使用我的配枪，大家看见随时都是这一把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习惯了这一把的这个扳机力量和这个叫什么射击机械、瞄准机械这些东西，所以的话，一般情况下是不要轻易改变的。你让我打一发吗？嗯，不给不给不给。等一下，我来试下那个60米的。小气鬼，喝凉水。我来试下60米。宝哥是拉屎一样蹲着。没复位。看到没有？这50发子弹，我今天故意拿出来的。因为我就觉得好像是火药装少了，4.6是不是要装的？耶，我当时就说要装到5.1，5.1好像太多了。5.1又多了。在了，在了吧？马克，哎，眼镜啊？我没有了。等一下，先暂停一下吧，暂停一下，先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。好玩。哎，打这枪打60米去，打这个近的没意思。近的我都打不着，你还让我打60米？打得着，你怎么会打不着？哇，大家看这些铅块，一手的铅块。所以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戴眼镜？哎，戴起眼镜，戴起眼镜。打哪个？随你啊，你打竖着的啊。
没带了。可以，好玩。这两个家伙都打中了嘛，真是的。来，我来试一下这只，是不是很难打啊？说真的啊，手枪真的没什么好玩的，大家就看在这里乒乒啪啪乒乒啪啪没意义呀。是的，没多大好玩的，倒是真的不太好玩。你们见我打了吗？我不打。哎，我拿的 是哪个？拿这个。哎，给我那个夹子是这边的。你可以打了。我累了，我要休息。来玩个那个给你们玩一下啊，玩个那个给你们玩一下。来，现在拍好，虽然什么也打不到。来 ，ready？ OK 了啊 ，ready？ Go。吉祥，看日吉祥。啊，来打下六十米试试啊，打下六十米试试。哎，好看。嗯，麻烦你帮我抓一夹吧，那个二六里边，我试试六毫米。好，试试六十米。不是六毫米。我试试六十米。好。抓十发就可以了，不用抓太多。我来试试。Boy， 我们来后面看一下，宝宝打得到不？高的。啊，又推不动了，力量真的不够。来了，又推不动了。低的，扣中了。高了一点，又推不进去了。OK， 好了，来给我一下那个，我看看试一下那个，那个可能更臭。因为打惯了，我们现在真的臭得很。哎，打中了吗？你要慢慢打，慢慢的扣，水哥。打在铁杆上了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。眼镜，等一下。眼镜，还不打？现在不是打吗？在了吧？来，在了吧？他一枪就打到，再来吧，兄弟。来 ，Matthew， 不打，赶快，我再拍一个。快，我再拍一个。现在镜头里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不打了吗？啊？你不打了吗？眼镜，在那里，枪在那边，枪在那边。眼镜，不要脱眼镜，在这个里面，不要脱眼镜，不要脱耳机，就在靶场里面。你可以脱耳机，不要脱眼镜。OK。
耳机大不了聋了。打哪个码啊？六十米那个，看见没有？上面的吗？我什么都看不见啊！什么都看不见啊！我就随便打打吧。打中了，扣中了，扣的太重了，扳机。在了，在了吧？没子弹了，哪里了？没了。我拍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枪法有多臭啊，什么都打不到啊。枪法有多臭啊，你看蛮好看的枪法，太臭。来打给他们看，看这边。又有人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把这里打完吧，已经快完了，打不完了我估计。高了一点，说实话是一个拔头。推不动呢？怎么会？哦，有一手的千块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弟的弹壳已经是捡了好几遍了。OK 了哦，那么是不是结束了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接下来吧，把这个给我，我把最后这几发打了，帮我把给拉起来。我直接拍靶了哦。拍靶，大不了是臭的。高了。看到没推倒，哎，又没到位，看到没？这火药不够啊，旭仔。火药推力不够，还有三发子弹，好，我打那个小的那个，戳一锤。炸了。完了。啊。不打了，日常晒1911也晒过了哈、啊。那么大家看见了是不是？实际2629呢，真的没什么好讲的，真的没什么好讲的。可以吧？你要打那个，帮我把枪拿过来吧。2629哈、啊，真心没什么好讲的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。26是妈妈。有了29携带版本的，有了220 P220 打点四五的，是不是？然后的话呢，各种变形枪都很多。中国有 NP22 是不是 ？NP9 啊还是什么？不知道 ，I don't know 啊。反正中国也模仿了226做了很多枪啊。226是世祖啊，最早的。然后229哈、啊、，OK， 有三个口径，9毫米、40和357C。好，那么今天就拍到这里了，多的就不说了。我这一手的签，大家看见没有？一手的签，一手的签，一手的签，这些都是有毒的哈，有毒的都要回去洗的。去机场就会被抓了啊！你去机场就会被抓了，人家把你关起小。我拉着拉链的嘛，别吓我。我说你去机场啊，去机场就被人家。我现在去机场肯定被抓的，有一身的火药啊。那就这样子了哈 ，P226 和29哈 ，AC 发哈。咦，今天没带 AC 发来是不是？就补个照片了，就到这里了哈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